吉田镇守大关呢，现在十二码的罚球。谢冠伦在预赛的时候个人攻进了三球。十二码的罚球，文化的机会，谢冠伦。谢冠伦被吉田扑到，跟上去再起脚，还是差一点。哇，差一点点，呵呵，哇，金！这一回吉田猜对了方向，而最后扑到这球，跟上去再起一脚，哇哦，也是一瞬间的快速攻击哈。